让他跟我花钱，哎，然后给你倒就倒掉。让我帮你倒，帮你倒。好的，记得吗？我记你。好啊，在吗？没有，哎哎哎，喝了酒，阿爸就变睡当当了。他本来睡当当嘛。起啊，各位，我去洗手间。哦，上厕所啊。好啊，赶快回来啊。发财！哎呀，财啊，我在这里还这么随便，你讨厌了，喝酒。我什么关系了？哎呀，真是的，来来来，喝酒喝酒喝酒。没酒嘞？啊，没酒了。我去拿酒来，等等。哎，好好好好好好好，哎，这鬼啊，你想干嘛？哎呦，你们两个小孩子干什么手痒啊？舅，我们要学你这样子啊。嗯，不行啦，我是带你们来开眼界的，不是带你们来学坏的啦。哎，舅，那要这样子，我们年纪也不小了，我们也可以跟你一样。对啊，这样子吧。不行，我是你舅舅，我有责任呐。那后世可以吧？对啊，阿才舅，你不是我舅舅，那我总可以了吧？我也可以呀、啊。通通都不行了，你们在我面前都是小孩子了，叫女朋友可以，这边的女孩子通通不能碰。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怕你们搞不清楚了，他们搞到最后啊，又跟白雪跟猴子一样了，弄个大家乱七八糟。就，没关系啊，阿才就说的没错，我和白雪是把大家搞得乱七八糟的。可是阿才舅，我要说明一点哦，白雪和这里的女孩子是不一样的。哎，哦，我不是说白雪不好了，我只是比喻比喻。白雪，你看，不会了。来来，花姐，来来，花姐，花姐，花姐，来，是你吧？嗯，来来，花姐，来来来，算了算了，喝酒，来来来，我要去尿尿了。去啊！不要理他，来来来，来我们来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。小姐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白雪，张大贵，